纳兰小宝。那个现在咱们在这个叫明治田园啊，明治田园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票的，它只有是有，就是你坐它竹筏子有门票，然后不坐竹筏子就没有票。车能直接开到里面去。它的最主要的景区是，就是最主要的景色就是坐着竹筏子顺着河逆流而上。咱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，竹台这嘛，然后咱们骑着沿着自行车这个道，这个道你看了吗？一个，这个它这个环形路，你看这个环形能环过来。骑着脖子车，为什么没戴头盔啊？因为骑车比较慢，就是十迈八迈的吧，所以说就没戴头盔。它这个骑行路线正好是整个一圈，所以说非常美。好，出发。大家好啊，后边这条河叫明治河，它是从越南流过来的。然后这主要是买这个竹筏票呢，主要是从这个竹筏从下边那个竹筏点到上边，每位是120元的门票。这条河非常漂亮，典型的这种叫什么小桂林啊。太阳了，哇，太阳啊，阳光给我力量。